国内知名鹏城轻菇连锁店伫咧彰化市的分店重新开幕，为着要来服务彰化地区的消费者，董事长陈恩辉特别抛砖引玉做公益，捐赠五十组真关键的轻菇，和彰化县政府帮助弱势家庭提升困眠品质，增进免疫力。国内知名的鹏城轻菇连锁店在彰化市的分店重新开幕，以扩大服务彰化地区的乡亲。基本上肺炎疫情延烧的情形，民众伫咧厝的时间变多，好的困眠品质连带影响免疫力，成为对抗疫情的关键因素。这肺炎这严重啊！我拢定来讲一句的啦，讲哦，困饱是人生上大的勇士啦，困有饱人就有精神。身体勇健就是人长命，所以要防诈，无贴布你就睏到饱眠。你若逐天睏到饱眠有精神哦，百毒不侵啊。配普家居产品伫咧抗疫期间业绩是连倒好，董事长陈燕飞是抛砖引玉，响应公益活动，特别捐赠五十组的高钱配枕头，予彰化县政府关怀弱势家庭。不管是捐床垫，或者 是捐赠品，哦，都会所谓的取之于社会啊，那个回馈于社会，哦，每次都透过我们的开幕，或者是用我们的活动，我们都会做一些捐赠的仪式，我们每年都有在做这件事情。轻菇的业者表示，彰化县开幕期间推出多项的折扣优惠，要让乡亲睏好睏饱，提升免疫力。大众新闻叶宏武彰化采访报道。